阿雪，行快啲啦！今日我哋去澳门伦敦度 staycation， 即刻同大家睇下咩特别先。一入到嚟就见到呢个咁宏伟嘅水晶金殿，系咪好似去咗伦敦街头咁咧？喂，够钟出烟啦，仲讲？嗱，今日我哋住呢间露营套房，奢华得嚟又不失英伦风设计。哇，灰，快睇下呢度有个好特别嘅大浴缸啊！梗系啦，呢个系维多利亚风格嘅浴缸嚟噶。仲有超大张床同75寸大电视，点止啊？连按脚机都有噶。按完之后就去呢个巨型茶杯打卡点，影完相之后顺便去埋呢架英伦的士。入到去碧咸会带你一齐去佢最中意嘅伦敦街头景点噶，仲可以同佢一齐合照添。夜晚当然去呢间咁靓嘅优吉尔餐厅依下肚啦。呢度啲甜品好吸引、哦，旁边仲有间好英式嘅面包铺添。你睇呢边先啦，已经帮你点咗一个超豪华嘅套餐啦。嗯，系咪睇到都流晒口水呢？开餐啦！阿雪平时咁中意浸浴，特登嗌咗一个泡泡甜品俾你。哇，好得意啊！系中意咧，今晚浸俾你睇咯。食完饭想同 friend 饮翻两杯 chill 下，冇问题，可以去埋呢间酒店专属会所入面嘅酒吧。入面仲有超有格调嘅桌球室啊，等我露翻两手俾你睇下啦。到咗第二日瞓醒就可以落嚟享受呢个早餐 buffet。环境超靓之余，仲有劲多嘢食，中西日韩包你都食到啊，连鲍鱼都饮食噶。哇！又生蚝又鲍鱼又龙虾，早餐就咁丰富，真系接受唔到咯。哦，我接受到啊。我自己就最中意呢个龙虾 egg benedict 啦，快啲食完叫多一个先得。诶，你慢慢食啦，早餐 buffet 咧系供应到1点噶。喂，休息完一阵间再落去 shopping 咯。好啊。